东西，你怎么了？那你给别人。好，好，那你拿两颗好不好？好，走吧。吴成峰嘞？你刚刚不是说你要什么？吴成峰在哪里？你要找吴成峰哦。那我们前面找啊。我一不要跑哦，湿哒哒哦。啊？你要给老师啊？你是什么？那个仙人掌种子。哦。哎，你要不要拿回去种？不是，它有一两颗啦。不用啦，你给我，你两颗都带回去种好了，好不好？要不要两颗种？好。两颗带回去种。